朝啊，耶稣圣婴，我们在今天最朝圣的啊，我们这目的是我们朝拜耶稣圣婴啊，他降生成人，跟我们中间啊，从我们把这个团体里面啊，去到美港听众堂的顶了耶稣圣体，在圣体看以外，我们特别的啊，朝拜耶稣圣婴啊，祈求耶稣圣婴在这个圣诞期啊里面啊，圣诞节里面的我们祈求耶稣圣婴也降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祈祷。Thank you.
区的所有的人啊，这样我每个人每个教友今天来这里朝圣的，就是由耶稣之恩，这样我们先啊上一首啊圣安歌，进入耶稣圣诞的。Thank you.
耶稣在圣经他面前，在耶稣圣经面前，我们最后一站在这里，我们也表达我们对他的敬尊敬，同时我们祈求耶稣圣经降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，我们去朝拜他，祈求他降临这个地方，所有的圣徒跟所有的教友也降临我们每个人今天来这里朝拜他，祈求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愿意与我们在一起，祈求他也跟我们在一起帮助我们。我们献上一首圣诞歌，朝拜耶稣。Thank you.